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亚伟音乐课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《鼓浪屿之波》。这一首歌曲是台湾同胞旅居大陆登高眺望的场景，主题贯穿了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景。在这一首歌曲中呢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一首歌曲的形象气质，就像鼓浪屿人的形象气质一样，优雅精致，婉转低回的感伤，而且还带有高尚的情绪，在这一首歌的这一个旋律中还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首歌呢也成为了厦门的品牌之歌，在厦门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，跟这一首歌同名的音乐雕塑是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音乐雕塑，被列为世界吉尼斯纪录。这一首歌曲呢也表达了一种思乡的情感，对故乡的思念，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那么这一首歌曲一共有三段，今天呢我们先来详细讲解第一段。这一首歌曲呢整个的一个旋律状态还是比较高的，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跟着钢琴先把我们的声音打开一下，先练一下开口音和闭口音的练声。那首先第一步，只要练开始练声开始唱歌，形象站姿啊，抬头挺胸，胸腔打开，眼睛平视前方啊，这是每一次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对把我们的状态先要保持住。下面呢我们的脸部状态积极兴奋啊，口腔里面想着是打开的，我们练咪嘛，气息要吸到我们的丹田处啊，记着我们的胳膊肘放下来啊，对，就在胳膊肘的这一个位置啊，把气息啊吸在这一块，连后腰也要用劲儿啊。好，气息我们下面来练一下咪，闭口音妈，开口音的练声，把声音打开一下，通道打开，咪妈，吸气咪妈，用点胸腔咪妈，好，再来往上咪妈，再来咪妈，继续吸气咪妈，加油咪妈，好，再来咪妈，气息越来越用劲儿，咪妈，继续再往上咪妈，好，再来咪妈，再来咪妈。还可以往上走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一起往上再去唱啊，咪妈，这个时候要加入一点假声的成分，但不是纯假声啊，一定要有混声。什么叫混声？真声和假声在一起的声音啊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状态，我们叫混声啊，咪妈，声音位置开始往鼻往头腔走了啊，往头腔走，下面气息咪妈，用力咪妈，好，我们往下走咪妈，再来咪妈，鼻腔也要打开一点啊，咪妈，始终保持一个挺拔的状态，咪妈，位置不要掉，咪妈，再来咪妈，继续咪妈咪妈，位置不要掉，咪妈，再来咪妈，继续不要掉，咪妈，鼻腔打开一点，胸腔挂住啊，咪妈，好，我们再往下，咪妈，好，基本上我们练了闭口音和开口音之后呢，我们的腔体基本上也已经打开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教大家唱一下简谱，一字一句的带大家唱一下这一首歌曲的第一段。吸气啊，第一个音它是 F 调，第一个音是 so。到屋上
吸气，一定要吸气啊！海水鼓起波浪，啊，又是后鼻韵母，啊，吸气。就是高音了，在高音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把气息一定要稳固住，因为很多朋友在唱高音的时候咬字可能就不清晰，然后声音也会发抖，其实最重要还是因为气息的问题，这一个地方啊，你看啊，等声等声，他还没瞪眼啊，里面打开，等声日过夜到最后这一个音的时候，这个气息你的腰就感觉到越硬啊，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啊，往下走，让气往下走，往下，再来一遍，等生日过夜，延延延啊，这一个是延，哎一哎延，要把这一个字唱准，跳哦望等等生日过夜。这一个地方要快速吸气，指尖与喉苍老，哦，要把这个音拖住，要吸气，快速吸气，哇，这一个快速吸气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讲的四种呼吸方法的快吸啊，天苍老苍老，我渴望，我渴望，这一个地方我画了一个旋律的小箭头，哇哇，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，后鼻韵母气息拖住，下面我们就跟着伴奏带大家唱一下简谱，唱一下歌词，一二三开始，嗦啦啦嗦嗦咪咪来哆嗦嗦，啦啦嗦来咪发咪软，空拍，嗦啦啦嗦嗦咪咪来哆啦啦，嗦西哆来咪哆，吸气。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